各位同志，各位同心，大家好，大家好，无精神呢，大家早安，大家好。这个长吼，我甲各位上这个台湾国际地位，我今日要阁继续。我要今日要甲各位讲的吼，就是讲，我昨有甲各位讲，中华民国并无向日本宣战。我想你唔捌，以前绝对唔捌听的。啊，你会感觉讲奇奇怪呢？过去读的课本，吼、哦，写到实在是好伟大，八年抗战，战争就是讲，这个国家甲你宣战，啊，对方的国家嘛爱甲你宣战，安尼才是有构成战争啊。啊，所以你看，咱日本人，日本的教科书。伊跟我讲，八年抗战无呢？伊讲啥？我在中国进出，出入过几摆，进出，伊不用战争，
日本人是照国际法，全世界拢照国际法，敢若中华民国，即中国人无要按照国际法，所以拄拄啊好。今日一篇上新的文章，就是我以前将因中国人写的一挂文章，甲集合起来，来证明讲我讲的拢无讲白菜。来，你来看咱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啊，迄181篇，来，甲点咧。来，咱大家看，我特别要用这篇来做今日早起的这个教材，特别让大家人知影。我伫这里上课，咱所谓老师伫这里上课，绝对唔是讲假，拢是完全的真的。这唔是甲你洗脑呢，这是讲历史的真相到底什么物件。啊，若无，咱伫外口的社会内底啊，一尴尬。别人你甲讲，但你也了解哦。台湾人推阿面的较济，因为我读课本，那课本写呢啊，你两甲人无共款，你也看麦啊。中华民国有对日本帝国宣战无？你讲，伊我甲写讲很糊涂到极点的一个故事啦。台新啊，要感谢秋实先生啊，找出宣战布告的重要文件呢、啊。我也听说过好几次中国太平洋战争啊，对日本宣战之事啊，但始终没有看到宣战书的原本跟内容。这次总看到了尊容，对迄、那个宣战迄、那个哦、啊，就对我甲你讲。伫中兴新村，还有一个台湾的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你知未？你甲行到底啊，向倒边，行50步还是60步左右啊？你头壳行起来，原文，迄当个国民党的，啊，说国民政府对日的宣战呢，迄个伊那拢个地底下哦，迄是以前迄中华民国推动的。你来看，你甲头壳买了在。关于二战时中日间啊是否宣过战这个问题啊，马悲门先生这是中国人啊，几年前啊，都下片来问伊，啊伊听讲中国啊曾经向日本宣战，请我帮他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一回事。哎，啊那真正无宣战哦，啊即马历史边啊讲，台湾这边边啊，那真正无宣战啦。你感觉很可笑呢？咱68年红片啊，确实无宣传。你甲看，我刚跟我讲，咱讲同款。在我的记忆中啊，我在中国学校学历史的时候啊，历史课本中没有中国向日本宣战的记录。咱读个历史课本，有迄个记录无？无呢？我是跟你讲哦，刚才讲蒋介石啊，骑白马啊，宣战。号召什么10万青年、10万军啊？啊，取消不平等条约，咱看是种教条式、洗脑式的历史啊。我在国内也算是个历史迷啊，关于二战历史的书也看过不少，但是没有记忆看过中国向日本宣战一事。马悲门的问题不能靠记忆回答，我先查一下手边的中国书。哎，你别当讲用记忆力呢，未使呢，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你才一当来讲呢。中国现代史啊，人民教育出版社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社一边的了哈。哎，一个挂文叫做《古城》，哎，周古城啊，五个人编著啊，王志宏等六人，1995年8月叠办。该书的第二章抗日战争中啊，完全没有中国对日本宣战的记录。该书的附录啊，中国现代史大四年表，1927年到1992年，也完全没有中国向日本宣战的记事。特地哈、啊，咱来摘录一个，现在写来的1937到1945的大事。1937、1938、1940、1941。教徒你来讲，伊爱写对日宣战啊，嘿，中国发生的代志啊，没有写。刚下节皖南事变，1942跟1945，通通没有。啊，你无宣战，啊，你今日要来讲台湾是你中国的，较有可能。没有啊。
啊，你若无宣战，这块土地还阁谁的？你伫马关条约，你已经挂予日本天皇啊。过来，中华民国的词典啊，中华民国史词典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著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中华民国写伊过去的历史啦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写。1991年八月第一版该书的抗日战争中，以下来写：抗日战争啊，又称八年抗战，1937年7月7号啦，就是77事变啦，因为77事变开始审，啊，到1945年8月15号，阿里讲伊叫做八年抗战，其实都没有宣战，77事变改讲宣战，啊，其实那教育历史伊改讲1941年的12月9号嘛。是中国各民族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该书关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说明很长，但也没有中国向日本宣战的记述。跟他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西斯战线形成，美英等国积极援助中国抗战。我再跟你说，那真正的历史啊，中国有向美国甲英国宣战，唔是干呐向日本宣战，向英国甲美国宣战，什么人？就是第二个中国政府啊，汪精卫。伊当时向美国甲英国宣战啊，啊蒋介石讲伊向日本宣战，但是没有宣战啊，没有宣战证书啊。汪精卫迄份宣战证书。是有的呢，你看看咩啊？足趣味啦！中国抗日战争实录啊，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啊研究基金会编著啊，编辑名誉主席是姬鹏飞啊，这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的啊做高干。啊，于1995年的3月第一版，该书作者是史料非常详细，赶快。含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林森主席发表对德意日宣战的记载，这份我是有看的，哈、哦，原本我都跟你讲，伫迄个就迄、那个玻璃，哎，迄、那个中心村啊，这份我有看到，但迄个宣战来这样，跟迄个国际上被正式宣战的迄个规格啊，完全不一样。啊，以上这些东西。中国的历史学家所写，啊，册内底无讲国民党的政府啊，1941年啊12月初九啊，对德国、意大利、日本宣战的纪要，啊，这大概不会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孤陋寡闻啊，在历史大事中啊，把这么重要的宣战忘记了。当然啊，中国的册啊，有明显夸大共产党抗日、缩小国民党抗日的政治偏向。但是呢，嘛无必要讲超过隐瞒国民政府甲日本的宣战这个代志，因为迄当阵是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宣战，就是代表共产党对日本宣战。台湾的国父啊，台湾的迄个国民政府呢，这个做历史教科书啊，伊讲伊无看过，但是手头有一本啊，《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是指挥台儿庄大捷的著名国军啊，哎，抗日将军啊，伊伫珍珠港事变来这一样的下。民国32年，就是1941年，12月初八，由于日本飞机啊偷袭珍珠港而引起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和英国同时对日宣战，欧洲、亚洲两洲的迄个大战啊，终于烧成一片。我军抗战4年，致使奏得强大盟军加入对日宣战，抗战必胜的信心啊，余烟确立啊。但是军民民心的迄个振奋啊，是前所未有。李宗仁当时嘛无提起讲1941年12月9号对中国对日本宣战这个代志，难道讲这个抗日将军回忆的时候忘了中国对日本宣战的这样大事？所以我伫怀疑啊，林森迄份啊是事后啊报的，我伫怀疑啦，事后才报的，因为全世界无人知道有宣战。另外一个美国的历史的学家啊，叫做 Heather Hart 所做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啊，《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啊，1970，
就是1970年啊，日本的翻译是1990年翻译的，也是长达40章的经典专书啊。书的附录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二次世界大战大代志啊，1930年跟1945年，其中对中国的大事一人啊，卢沟桥这样大的事情不必爽啊，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啊，例如1937年的高伟礼的第二次国共，1937年11月30日国府啊迁都到重庆，1939年李维切的日军海南岛登陆，1941年高伟长沙会战，1942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4年11月7日汪精卫去世，他唯有没有提到1945年12月9日中国对日本的宣战，这不是很重要吗？所以现在这些历史都是假的，伊要饲从台湾这人啊，饲假历史给你听，让你对中国有信心啊，其实是你害死你啊！咱若愈清楚台湾的这个地位，他咪讲啊，我们就会知道台湾的地位。你台湾人若受到唔对的历史，你就拢翘起啊！我相信咱在座啊，有后生查某人真多，即个少年也无爱听，无爱甲你听呢。啊！但是咱讲的种事实啊，所以少年伊来思考，因为无论社会安那变，到落尾啊，你听我甲你讲一句话，绝对爱照法律来行。这两年啊，自从咱去过美国以后，美国嘛甲中国讲按照国际法，所以国际法一定也伫全世界流通，不一定。无，唔是讲咱开始啦，但是这无2006年10月2日是咱开第一炮。过来，西方学者啊啊不提重庆国民政府对德意日宣战，也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如果只提蒋介石对德意日宣战，不提汪精卫向英美宣战，未免有隐瞒历史倾向。西方人啊，无甲中国人，甲中国人无同款啦。中国人强调正统啦，啊是注意事实啦。其实当时的中国啊，不只有一个政府，是有四个政府，名义上有三个啦。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满洲国的溥仪政府。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一半的中国人都去。就是重庆跟延安同时加入同盟国阵营，反对德意；但是另外一半的中国人，南京跟满洲加入协约国阵营，反对英美。两个敌对阵营的英美跟德意，都收到了自称中国政府发来的宣战书。哦，笑开吧！啊，你真震撼无？有笑开吧？真笑开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看，这是正港的历史啊。过来，仔细一看，重庆国民政府的宣战布告啊，又感到有些不对劲。国民政府有两个宣战布告，一个是对德意的宣战布告，这是标准的宣战书，明确说明宣战书开始的生效的日期。南京下公知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30年12月9日午夜12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的关系者，一律废除，特此布告。这是正港刚刚的宣战证书啊！啊，对日本呢？你要继续看看。可是对日本的宣战啊，就让人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宣战布告没有提到宣战书开始生效的日子，只是含糊说，支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的条约、协定、合同及设有啊中日间的关系一律废止，特此布告。看到这些情况呢，那当中伊若开记者会啊，你要宣战，你若有开记者会，然后记者甲伊问讲。外国人甲问讲：啊，中国为哪一天开始跟日本进入战争状态？那甲问这个伊就倒啊。
中国和日本的条约协定啊，合同从哪一天开始作废？中国人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勉强按照发布文书的日期来解释，1941年12月9号开始啊，中国和日本处于交战，中国和日本间的条约协定从今天开始作废。但是难道1937年7月7号到1941年12月9号，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战争是非正式的战争吗？哦，伊若讲迄个准绳啊，安尼1937年77事变，迄不算战争吗？所以人日本的课本甲你写啊，日本进出中国，啊，你中国人，你讲啥？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台湾人对遐中华民国遐咧啥咧乌白讲哦，人会甲你笑。来讲，啊，你这台湾是创啥？是你家己编的啊？你没有战争，你没有打仗啊？啊，你讲编的啊？咱一只写到足清楚的，各位。所以我讲的这代志，当然很震撼啊！震撼是敢那对台湾人震撼，对全世界人讲啊，这你某某你写都当丢啊！那台湾人哦，硬凹啊，啊，说哇，变作咱诈骗集团。这个诈骗有清楚无？说台湾有独立的问题，所以若要讲实在话吼，坦白讲吼，咱台湾若好好来照这个国际法来行，当然后摆咱的子孙吼，伫这个土地，我给你保证，是全世界上好的一个土地。问题即马就是讲吼，咱要甲当时即个，让咱台湾人觉醒过来。所以哈啊，所以只要仔细哈啊，看对日本的宣战布告和对德意志的宣战布告，我们就会知道啊，对日本的宣战布告缺少最关键的生效日期。当今国际间的条约协议最后的通牒宣战书。最不能缺少的要素的文件生效的日期。如果一个文件没有明确的生效日期，那么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应。宣战书要符合国际法的规范，没有表明生效日期的宣战书自然无效。所以只要对照一下国际法的基本常识，就可以明白那份对德意的宣战证书有效，但是这份对日本的宣战证书无效，这份宣战证书只有能够内销，不能出口。对，骗台湾人就好啦，骗中国人就好啦。你若要伫全世界讲，未通啊！外国人看了这样莫名其妙的宣战证书啊，是佩服中国人呢，还是笑话中国人？你家己去想看嘛，是笑话台湾人吗？你若所读的去外口去跟人讲，人一定。嘴巴开开，目睭大绿，甲你问讲，你在说什么？本来我还不清楚中国教科书为什么对日宣战这样遮遮掩掩，看到了这个宣战书的原本，我才明白，这份宣战书拿出来实在是不成样子，我一样真正是不成样子，特别出来了。我想中国当时的专家也不至于不明白，没有确切的生效日期的宣战书啊是无效，这个国际法的常识。恐怕当时国民政府发布这个宣战证书啊，只是为了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如同李宗仁回忆录所说，这个布告只是意在内销。当时国民政府也没有准备日后拿这个宣战书啊，在国际上啊进行交涉。中国这份宣战书不但没有被国际承认，其实连同中国人自己在事实上也没有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中国在很多的事情上啊，就会陷于不利的地步，比如战犯的审判，国际法庭只对战争时期的战争犯罪进行审判，因为中日战争是1937年7月7号开始，所以1931年的918事变，啊的屠杀事件就不给予起诉，这不乖啊，所以918事变的时候，中国人讲爱甲审判，但国际讲。没有，不能审判了。没有战争就没有审判了，有战争才有审判了。啊，过来，如果中国的宣战书有效的话，啊，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是1941年12月9号。那么按照国际法，
1941年12月9号以前屠杀事件不予起诉，这样一来，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凶犯岂不无法追究了？日本人倒是希望中国这个宣战书有效，因为如此一来啊，8年的战争啊，侵略战争就变成4年，要赔的话也只有赔一半，不对啊，人拢照法律来，所以你台湾人哦，唔捌这法律是足艰苦的。如果中国人在教科书中加上对日宣战一条，把抗日战争解为抗日战争于1937年7月7号爆发，国民政府1941年12月9号正式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那学生人肯定要不了解的问你说啊，为什么中国要等到1941年12月9号才对日宣战？啊，正式宣战以前的战争是非正式的吗？无力吧，真正叫无力。所以这样的教科书不但不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反而会使学生啊对中国历史产生疑问。所以中国的教科书啊干脆不提。你中国人那么来这套的，都给你骗的，干脆我都歪讲。最后再回到中国是否向日本宣战过这个问题，也许秋实啊，路过先生啊会再说，不是宣战书都有了吗？还用问吗？如果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的问题很大。有人说，中国政府早在1933年对日本宣战了，而不是1941年12月9号。我们有当时登载在报纸上的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宣战布告为证，这不也同样成立吗？甚至有人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是否向英美宣战过？那这也可以找来汪精卫政府刊登在各大报纸上的宣战布告为证。你我相信你今天才知道，不只是向日本宣战，中国也向英国和美国宣战，这是正港的历史呢。咱过去拢读一半，啊，这一半阁是假的，啊，看会害无？来，过来。由于宣战啊，不是一份国家的内部事务，宣战书是否有效，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这一份的宣战证书啊，当事人日本没有承认，远东法庭没有承认，就连中国人自己在事实上也没有承认。但是远东法庭台湾人向用甲级战犯判死刑的有134个人，你台湾人若不是日本人，是怎麼给你清算？你是战犯嘛，你有参加战争嘛，这历史我们都不知道，全部不知道。叫一个附录啦，来，这个好好起来，那个附录就是林森的布告啦。啊，再来，中华民国对德意志的宣告的布，那个配了，再起来，这两个东西吼，咱回去，在台湾民政府官网里面，台湾战争史181篇，来得足清楚，恁家爱看，所以我甲各位鼓励啦。搁较无用，你就一定爱到网上去看。啊，你讲我不要看网。简单啊，开3000块就有啊。去买一个平板电脑，叫你的后生查某囝，来，你给他设定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就未通哦，因为台湾民政府啊，就足侪独派甲通派吼，伊嘛应该说台湾民政府，啊，内底拢是骂人呢。咱的真真正正网是台湾民政府官网，官方的官网，那是正简单的。所以你们看台面。伊拉克当时嘛有20几个伊拉克民政府，因为民政府是渐渐化的规定嘛，谁都可以设。来，搁较起来者。其实哈，这个啊，做《青年日报》哈，有写者真清楚哈。马英九啊，2011年哈，马英九总统啊，7月7号访问，出席国防大学啊。庆祝100周年的学术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啊，提出抗战历史实话实说啊，啊，国军贡献超越国际啊，与台湾地位清楚明确啊。各位，
台湾的地位真的不明确了。刚才以中华民国家下一届历史啊，你都看无呀？卖讲咱看无，因来看嘛看无，前后矛盾嘛。来，过去，过来呢？这个其实哈，早在民国三十年啊，1941年早就有提告，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啊，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啊，就向日本、德国跟意大利宣战，对日本的宣战对日本的声明中特别提到，从今天开始啊，过去涉及到中日两国的条约合同啊都无效废止，所以你要看啊，这是什么样宣布？是林森呢？啊，蒋介石。甲咱讲是讲啥？讲伊呢？讲蒋介石废弃不平等条约呢？人是林森，伊怎么讲伊啊？这种叫我政治的家。上迄个，所以呢，1952年的中日合约啊，只是要把1941年的对日抗战的内容啊再讲一遍。更重要的是，中日的条约第10条啊，明文承认台湾澎湖人民啊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历史上非常清楚。抗战胜利的主要成果，一方面提升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二方面也关乎台湾。尤其在更早之前，政府就表示要收复台湾。各位，我今日特别用这篇文章，足清楚的，甲各位讲。啊，所以我就是讲，就开始的时阵，恁来你读这个法律。这个物件有深哦，实在讲，你若提事实的出来，你就知影无深。但是呢，国民党的历史把咱模糊去啊，刚讲到，互你足火啊，什么是台湾光复？就日本窃占台湾，啊，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从细汉就跟你讲，我还记得小学的时阵啊。小学好好啊，迄个校门下两条，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啊，另外一边写什么什么呀？就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从细汉读幼稚园开始，目睭所看到这，看了久，你当然会讲你是中国人啊。尤其那愈熬读册愈死。所以，我相信您今日伫遮伫坐，伫遐伫听，这三天，你一定会感觉收获非常的多。但是呢，我嘛要搁再三强调一摆，新台湾论啊，我讲一摆，我唔是伫卖药啊哈，讲广告哈，新台湾论你一定爱有啦，我无甲你骗啦。啊，无就无采你做你坐这六天四暗，有真济物件，我都上课甲你讲啊足清楚嘛，你爱去看，啊去网顶去看咱的文章，一天拢有一篇啦。嘛无简单嘞，一天会当写一篇，互你看对嘛无简单嘞。啊，无你唔想你一天写一篇，我看麦啊。那小学生要写一个作文就足困难嘞，佮一天一篇。我是拼的老命呢，真正要为台湾呢，啊无呢，我来做呢。我看爱看完迄个英文的原文呢，啊看原文都爱安怎，搁抓重点呢。美国他美国有啦，有摕真济机密档案互我啦。但是后你都会当写文章吗 ？No， 你爱去读，爱去消化，你无消化。你变哪写文章？所以每一摆我的文章来发表，美国的国安单位啦，拢叫三个人去看，啊，你要甲翻译做英文。想来叫三个，因为三个人会翻译，不一定内底用语无同款。所以他们讲吼，美国嘛对我很头痛。多个医生啊，因为去前面去甲调查讲，哎呀，是啊，这個、人到底是迄个教育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他们讲哦，真正我从细汉开始头脑还不错，可能二礼拜无台戏的，
啊，是叫台式了转世啊！啊，我是1950年虎年出世的嘛，啊，1947年2月28嘛，啊，可能有人是讲我是228的转世啦，啊，我拢想袂起来嘞。来，我时间到，我来甲各位讲哦，咱休息一下哈，啊，再来上课。来，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学员下课休困10分钟。